WUT 人川冠军赛，女单第二轮，四颖莎对阵瑞典选手博格斯特伦。这场比赛莎莎进入状态很快，前两局几乎是摧枯拉朽，就以11-3的相同比分轻松拿下。第三局对手开启反扑，开局一度4-0领先，莎莎成功追上，但局末阶段状态出现起伏，稍显意外被对手抓住机会，9-11丢掉一局。 好在第四局世界第一迅速调整，成功结束悬念后，大比分3-1晋级八强。这样一来，四颖莎下轮比赛将对阵早田希娜，这又是一场焦点之战。两人在世乒赛女团决赛曾交手，莎莎完胜后，早田直言孙颖莎强自己三个档次。考虑到早田已是国乒女队最强大的对手，所以这话莎莎肯定也只是听听，必须要全力以赴击败对手，才能保证在大赛万无一失。